Hello， 下午好。来，今天天黑黑啊，要下雨了。今天是我们的连续的直播299天啊，都明天300天对吗？明天300天。来，明天有什么好庆祝？啊，300天了、啊，要大家来支持哦。这个要支持啊，真的要支持啊！这个就是你的庆祝啊，支持就是我的庆祝了。好，来，正式开始来。Hello， 表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表弟。看看我们今天煮什么？今天煮阿波罗西粉。来，老鼠粉啊。老鼠粉啊，这个阿波罗西粉哦，我之前有炒过干炒老啊，干炒老鼠老鼠粉。有虾米啊。啊，今天有做啊沙波老鼠粉，有虾米。肉碎、冬菇碎、大葱丝，啊，葱花，啊 ，OK， 这个好吃，啊，这个要咸哦，嗯，那么第二道菜是我们煮那个，就是我今天要拿个金枪鱼，太太说，哎呀，煮老鼠粉就滚一个汤，啊，叫我煮一个汤，我是想到血肠里面有多，血柜里面有啊，喇喇咯，蛤蜊咯，那有蛤蜊的话，那么有金枪鱼，我说。金枪鱼、枪蛤蜊来煮的一碗汤出来。好 ，OK。当然，这个排骨，你看我就是在今天，我只是买个老鼠粉而已，其他我都没有什么买，没有买到菜，只是买个老鼠粉。为什么？这些都是之前写肠的。那天我们做了一只骨的头尾啊，排骨的头尾，所以这里没有排骨汁啊，是头尾。我就说，哎呀，这头尾或者是拿去煲汤啊、滚汤啊、煲汤啊。还是后来来煮一个妈咪啊，妈咪啊，来妈咪排骨啊，啊妈咪排骨哦。所以今天我要做妈咪排骨，首先我们排骨就是要腌哦，要腌制排骨。来 ，Hello， 请帮我们 like 一下，请帮我们视频给分享出去啊，来帮我们啊，帮我们分享哦。好，首先要腌排骨的话呢，排骨我们是借啊，啊是。松肉粉，松肉粉啊，因为这个排骨要那个骨大骨来的，那个骨头啊，排骨的头尾啊，中间的骨拿来做那个一只骨的。这是 bicarbonate of soda 啊。对，那么soda粉我们。来，我们soda粉呢、啊、就松肉粉啊，撒一点下去就好啊。啊，松肉就是soda粉，我们拿来做松肉了啊，可能一个啊，一般上这个的是三分之二茶匙啊，或者是。啊，三分之二茶匙的索大粉、啊啊、然后一个蛋、啊、二分之一、啊、二分之一不多，二分之一。我给他半茶匙的索大粉呢、啊啊，然后一粒蛋啊。嗯、啊，那么我们就来一茶匙的鸡精粉，鸡精粉，来一茶匙的鸡精粉。来，谢谢支持，来，来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大眼睛啊，谢谢。来，胡椒粉半茶匙，半茶匙的胡椒粉。啊，一茶匙，哎，汤匙的料酒。一个汤匙的料酒，嗯，啊，麻油一茶匙，来一点麻油啊，一茶匙就好啊，一茶匙的糖，来一茶匙的糖，啊，那么半茶匙的盐，半茶匙的盐啊，半茶匙的盐啊，这个比较准，半茶匙的盐，哎、okay. ，就是这个是半茶匙，啊，好。OK， 这样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熟悉一下，我们就是拿盐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汁下去，啊，姜汁，姜汁啊，是的啊。哦，放有时候放下去了，我没有去特别去找姜汁，我就没有。来，给那个糖啊、盐啊溶掉先。来，均匀啊。对啊，均匀啊，这个是这样，正确的腌法是这样。你不要直接放在肉，如果直接放到肉，可能那一块肉特别咸啊，味道比较重一点啊。嗯来 ，Thank you L N S 啊 ，Like and Share。这前面这个没有排骨汁，这是真正的排骨，排骨头。这个是真正的排骨，没有肉啊。排骨头啊，有肉，那是头啊，排骨的头。哦，排骨、哦、啊，汁暖了，这样排比较不好是吧？我们我喜欢吃排骨汁比较好吃嘛，肉比较那个，这个比较硬一点。哎，下午好。给他啊，给他这个其实我们要正，如果可以的话腌制啊一两个小时以上啊，因为这个有时间腌制一两个小时啊。嗯，如果腌制啊越久越好，因为松这个松大啊，松大粉会肉更松啊。
OK， 我们放一汤匙的啊，这要放两汤匙的，两汤匙的木薯粉。来，两个汤匙的木薯粉啊。OK， 所以今天是299天呢、啊。299天。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。好快哦。时间要到了。你 Miki 就要到你发挥了了。哎呦，我这个修衣服啊，修衣服啊，哈哈哈。我看蛋黄粉。OK， 我们放 custard powder 蛋黄粉啊、嗯。放一个汤匙下去。一个汤匙的 custard powder。来，这个是蛋黄粉，一个汤匙，主要是给它更香，颜色更上色啊，颜色更金黄啊。没有。香一点的，香比较香一点。OK， 好。Hello， 彭文豪，要过年没空看啊，直播分享了，来谢谢你，没有空也来分享啊。真的是感恩啊。啊。OK， 我们这个排骨，我们放在外面，给它一个稍微腌一下，好吗？腌制一下。来腌制排骨。啊啊，放一边，我们放一边先，不要放一边啊。啊，现在我要做的是一个汤，一个汤就是我们的鱼。算是双鲜了。啊。双鲜啊，就是可以讲是双鲜的。这里一个叫双鲜汤吗？本来我是做双鲜豆腐汤，本来是做海鲜的，海鲜汤。来去尾啊。就是我们，哈哈 ，Miki 其实很是会煮的。来，谢谢你赞美啊。Miki 会煮菜吗？你？我会吃啊。就是这个比较小小字哦，那金枪鱼我是过去都不曾来煮，煮过汤的。金枪鱼，不过金枪鱼它不会鲜腥啊，腥味，有的好像黑肠就海鱼啊，海鱼海啊，那黑肠就很腥，就不能这样做。OK， 这是金枪鱼啊，说我们的金枪鱼是蛮小啦、啊，小条，800 gram， 没有了，这条鱼最多是三百来 gram 而已。300 gram 啊，对啦。OK， 来300 gram 的金枪鱼、啊，小小煮嘛，大大煮嘛，然后小，就是拿来煲汤就是了。今天5122种，哇，哇，天天破纪录啊！我过力啊，这个真的假的？有点紧张哎，你这样讲的话，就是马上轮一下。OK， 我们的骨头，这个骨头我们等一下来去把煲一煲。OK， 来我们的鱼骨汤啊，要鱼骨汤啊，鱼骨汤，啊，这个是它这里你看啊，这里有个骨的，中间有一个的，但是这个鱼应该在这里。啊，你要摸那个骨啊，有吗？摸到吗？这个骨我们要拿掉，这个是不要了。Hello， 下午好，请帮我们分享视频，谢谢。哎，有摸到骨吗？有。厉害啊、一般上鱼骨在这里。我们今天是用300 gram 的金枪鱼啊来煲汤啊，很多天没有上线了，看表弟米奇来欢迎归队啊，谢谢你啊，欢迎飞来。来还有65天呢、，Miki going to fly， no need to be the cameraman for 1 hour。那时我拿的像我在想到 imagine 啊，我会不会啊手诊啊？你会啊，我老人家手诊啊，以前吃太多。5122是假新闻啊！来，谢谢你告诉我啊。来，这个鱼很热吗？要煎过了才好吃。来，什么叫很热吗？没事，热吗是脂肪的意思哦。脂肪的意思啊。像那西罗马叫什么？脂肪大米。米奇，请问可以用其他鱼吗？有时候啊，买不到金枪鱼。哎，可以买啊，放白鲳啊。你可以买白鲳。你可以放那个四斑鱼啊。四斑鱼。你就找那些比较没有这么腥的鱼啊。没有这样臭腥的鱼。重味啊。有的鱼比较臭腥味啊啊，所以鱼一定有腥味，但是有的比较那个重腥味啊，比如说。
比如说那个干梦鱼就不能这样做咯，对吗？因为我们是来滚汤的嘛。对，还没有出啊，那是夹心温啊，对啊。OK， 这个鱼就是啊，整片呢、啊，而且我们就是要大片一点的。那切鱼片呢、啊？这边有几片片的，太小只。It's creamy and oily， 脂肪哦。嗯，脂肪是油啊。来，为什么有些人要放假消息的无聊啊？来引起关注啊！那放假消息的可能会被抓的。我还看人家做假的那个。好像 poster 这样子啊。嗯。就等一下我们要腌一下哦。鱼要腌啊。啊，腌一下。Use sea scum also can for cooking soup。可以啊 ，scum 可以。也是可以啊。清汤鱼是养殖的，那现在很多海鱼都是养殖的。很多海鱼啊，对。啊。现在很多海鱼都是养殖的。现在海鱼都抓完了，自己去养殖是最快的。嗯。风险又低哦。OK， 我们现在鱼呢，我们来去腌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腌鱼。啊，因为这么少啊，不然的话，如果可以换我们。换一点那个那个放点盐就好了，你的啊蛋白呀、啊，啊去换点蛋白料酒啊那些比较，然后木薯粉，对，都是这样的腌法，少许的盐，胡椒粉，来胡椒粉来 ，OK 糖少许，来撒一点胡椒粉，少许的糖就好啊，全部少少啊，现在是适量了，这应该太少了，适量啊，然后盐少许，有没有半茶匙？没有啦。少过半茶匙啊，少过四分之一茶匙了。OK， 这么是少几茶匙？也是少，四分之一四分茶匙嘞，很少呢，分量很少。OK， 鸡精粉少许，来料酒，一点点过了的，多少？啊，这个是一茶匙而已，两茶匙的酒啊。来，芝麻香油几滴吧啊。放假消息的，应该是吃饱太得空啊。太空闲了。来，大家好 ，LNS， 来谢谢 Like and Share 啊。来，现在我们在做腌制的过程呢、啊。所以我们要一个蛋白的啊。已经人心惶惶了，为什么还要放假消息呢？来，蛋白还是很少啊，很少啊，全部少许的。格兰蛋匹配。MCO 啊，多一个州属 MCO 啊，我觉得都不差啦，全部都 MCO 啦。来，我们简单腌制。这样的鱼腌掉完就会滑，等一下我们再下的是半汤匙的木薯粉啊。来，请问蛋黄粉是用来做什么了？蛋黄粉我们通常是用来炸排骨啊，炸鸡啊，放一点它会比较香一点、啊、比较香的话，如果是颜色比较深青黄色啊，对，比较啊。来，昨天的红肉肉好吃吗？来，不错啊，我吃的那个好吃，可以尝试煮啊。来，我们放点油啊，少许的韭菜油啊，不能放的一点，来加一点。而且这样的，它就等下我们煮的时候、哦、它就很滑，这个肉就用面粉哎薯粉木薯粉来锁住它的，不会就煮了不会过浓啊。我们还有个豆腐啊，叫豆腐汤，只是豆腐还是主角啊，也是豆腐汤啊。哎，其实说昨天的巧克力好吃吗？来，你们来试煮。Nice 啊，好吃，你要买好的巧克力啊。你讲 nice 啊，你要买好的。哎呦 ，Mickey 一片又一片，你没有看到，我也是一片又一片。哎，我很少吃这些东西的，我不怎么吃糖啊。
为什么吃糖啊？哦，却有这么样的庞大的身材啊！表弟，昨天下午好啊，夫子下午好。我昨天订了食补和凉杯，几时可以送到呢？昨天订了，很快的，真的很快的。很快，你也要给一个时间啊。你在那里了？那要昨天。如果你是在西马的话，就很快，很快啊。表弟米奇家人，大家傍晚好，我的孙子很可爱啊。5:30就会叫奶奶表弟开始了，就叫我看。哇，那也是我的。加油，小孩子都知道有表弟啊！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豆腐啊切成块啊。我们先豆腐要稍微冲水一下。10:00啊，森美兰州大可怕啊，爆发了吗？来 ，baking soda 跟 carbonate soda 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一个是发粉吗 ？baking soda 是发粉啊。来，我们的豆腐啊，加入水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用洗一下。哦，洗豆腐。我给他们把豆腐来洗一洗啊。你这包装他们还是各有那个水分。冲水一下，冲水。要把那豆腐的味道洗掉噻。没有，把那个是在里面已经很几天了了。哎，蛋黄粉可以用来炸鸡吗？这可以啊。可以啊。那个面。哇，今天突然间你看外面要下雨，飞苍蝇飞进来。你知道为什么苍蝇会进来吗？为什么？它是雨神，雨神，雨神啊，火星啊，火星啊，雨神啊，最好下雨啊。OK， 我们这里也是开火，我们也是油也是开了，开着了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哎，我们先，你们到三月一年还有，你是说还有直播吗？有，不用担心，有，但是你要来支持啊，你不来支持我们就完蛋了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吗？休息再来见你们可以吗？我们去旅行了，快回来噻！没有，有机会旅行再讲了。我看2022都没机会去旅行啊。这个疫情的东西啊，不容易解决的。对。我们要跟这个歪的人相处啊。现在要煮饭呢，没有时间看表弟直播。不过我还是开着手机听米奇美丽的声音。没有，声音不可以用美丽来讲形容吗？性感的声音啊，性感的声音或者什么？你不会讲美丽就要性感哦？不是，应该讲的是这种一个这样可爱的声音可以吗？可爱是。OK， 我们正式材料开始煮啊。那个，所以我们先热锅先啊。其实准备材料很重要，准备的材料啊。腌制一下来。热锅。食谱内有素食吗？来，没有素食啊。青菜啦。它是有煮青菜啦。那么你改成去素食版啊。表弟的素食版刚刚来了，他是刚刚靠来靠去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尝试做下素食啊，是蛮创意一下啦。Forever support you, don't worry. Thank you. Thanks, thanks your support. OK, 我们真是要下厨啊，现在要煮，下去煮。好，所以我们准备都差不多用15到20分钟啊。对，准备很重要，准备功夫很重要。Nikki, where can I buy the chopping board? OK, 你是要哪一种啊？如果你要啊，三八烂钱的啊，那个配啥 ？Facebook post, 38。Live, LIVE 啊 ，PM 我也可以啊，然后呢 ，PM 表弟啊 ，More stage been declared MCO and Chinese New Year very near 啊，除了那个 deliver 啦 ，deliver 的服务啊，是真的。所以谁？我相信啊，是到新年还是 MCO 啊？是有可能的，可能我们都不能回红到啊。那我们准备装烧水那边吧，没有拍。来，我们准备了烧菜的，来，开朗的声音，谢谢。有事等下看重播，来，谢谢你。OK， 来。今天的声音有点不一样啊，大家天天都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啊，鼻子大，鼻声是很重啊。鼻音。噪音，流量有待实现啊。来，米奇的声音很好听，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下油了。来，米奇帮我问表弟啊，脆酱粉啊怎么调理啊？脆酱粉啊，你是来炸的哈？是用来炸的是啊，炸粉啊。炸粉。编我啊，你编表弟啊，是不是？
英文叫什么 butter butter 粉啊，来看看要抓什么咯。来，我们现在有锅热啊，来，没办法，卖一个一个有点问题啦。哦，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他会把姜片，还有蒜米啊。我们不可以讲蒜米啊，蒜粒啊，蒜瓣，蒜瓣啊。嗯。OK， 那姜片啊，蒜瓣啊，放进去爆香啊。表弟可以再煮一次你拿手的蒸鱼酱吗？找不到食谱。蒸鱼酱，酱蒸啊。啊，酱蒸还没？酱蒸酱啊。你可以PM表弟拿来食谱啊。啊，你可以，有啊，在我们的你PM我，你们找真，有时你们要找不到你PM我啊，我看到我会给会给大家的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鱼放下去一起爆香啊！啊，我们去爆香吗？把骨鱼骨啊爆香。因为我兜那个麦的话啊，它会沙沙声啊。来，今天确诊15122，是真的是假的？看多了写出来。昨天的凤尾虾球太好吃，太美了。来，我今天煮的。做晚餐，来，谢谢尝试啊。表弟 ，I received email on 14 saying cookbook order has been fulfilled 啊 ，but till today 啊 ，I have not received it 啊 ，when cookbook will send to Singapore 14号的。14号是12月还是1月的？1月，我们15号才是嘛，应该是1月的。啊，好。PM 我们啊 ，PM 啊，很喜欢表弟的厨房设计啊，拿东西转身就可以啦，真方便。那懒惰人想出来的方法。表弟的食谱以前找得到啊，现在为什么找不到啦？没有，你去他的 Instagram 找啊 ，Instagram 找比较容易找啦。好。来，有些人是讲假的新闻啊。OK， 我们在爆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啊，来爆的时候啊，一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放什么？一个汤匙的料酒。啊，两汤匙就不用紧了。来，料多也可以啊。两个汤匙啊。来，加热水啊。昨天的虾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啊，虾好吃，虾好吃啊！今天的确诊是3339啊！这个应该比较来，我们加入热水了。我们放番茄下去啊！番茄，切片啊！你可以放一点咸菜下去。鱼很少，是因为鱼小条啊！你可以放一点咸菜。要 PM 怎么样按啊？好像要找食谱找不到啊！谢谢啊！食谱你去我们的活动那边找啊！食谱内有多少道菜？60道菜啊！来，1月14号收到那个信息是吗？然后寄了是吗？我不懂哎，你PM表弟啊。OK， 我们这个给它慢火滚滚。OK， 来这个就慢火啊。滚一下，滚到它味道出来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排骨拿去炸那个吗？How to buy your cookbook in Singapore? Just PM 表弟啊 ，our place 啊。来炸排骨啊！晚上好，表弟 BD， 来晚上好。我要买食谱，来请PM我们呢、啊。Can I watch your program on YouTube and under what name 啊 ？In English, please. English 啊 ？You just direct 汉语拼音啊，标题啊 ，B I A O 啊。I 好主意啊 ，S A O Z S U Y I。好 ，OK， 我 you just copy the
Chinese name and paste to YouTube 啊。OK， 这个啊，你我们把那个 okay, 来这个喇喇的那个字啊，是啊，搞下去。我们要啊，然后倒入汤里面啊，等它滚一滚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加入热水啊。看你要煮多碗，哎，这么大碗啊。我大啲又唔夠再，唔夠。来豆腐啊，我们要准备下豆腐啊。好。OK， 我们喇喇也是放下去啊。来，喇喇。蛤蜊。蛤蜊啊。排骨放什么粉来和料？我们排骨啊，你是讲腌制是吗？来，我们把豆腐放进去啊。排骨还是放少许的盐、糖、鸡精粉，还有木薯粉，还有蛋黄粉、料酒啊。来，我们调味一下。还有一个是芝麻香油，这样子简单的腌制啊。一茶匙的糖。来，一茶匙的糖啊。这个是我们的半茶匙的盐。来，半茶匙的盐啊。一茶匙的鸡精粉。来，一茶匙的鸡精粉啊。OK， 你食谱真的是会很难找哦。先跟你讲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们有900多道菜啊，所以我建议你去 Instagram 找啊。Instagram 你直接写输入表弟好主意就可以了啦。因为我开一个 Instagram 是专门给大家方便去找食谱啊。开小火炸啊，不要太大火。OK， 排骨我们用小火来炸啊。OK， 我们现在要的是鱼片哦，我们一片片放下去。刚才是放鱼骨的。刚才是鱼骨来去爆虾。我要买书，怎样可以买到？来，你 PM 我们这里平台就可以了。How many dish in cookbook 啊 ？The picture in color or not？ 哦 ，color 啊。运费多少钱呢？看看你，新加坡好像50啊。新加坡好像50块的运费啊。60道菜啊。喇喇水没有防腐剂吗？他们血肠的啊，用血肠啊，血肠不用防腐剂的吗？来，米奇，你的记性真好啊，有尽量记的。对啊，5、1、2是假新闻啊。来，我们撒胡椒粉啊。没有洗，不需要洗了，他们技术已经洗干净了。我要买食谱多少钱？马币88块啊。我也是收到那个 email 啊，是讲14号啊，是要寄出还是啊？寄出去了。要寄出去了啦，这样子。14号已经是寄出来了 ，email。所以你再等一下啊。如果你收到 email 寄出来的话，就是来这了 ，on the way。OK， 那个泡沫你拿掉它，整个汤才会清啊。OK， 你要让汤清啊，取掉泡沫啊。加多一点水，来再加水啊。请问前几天做的鸡腿细纸卷。是几号的？想学我找不到。你那个鸡腿啊，爬下去几？爬两天前的吗？应该是2-3天前啊。你爬下去就有了。爬下去了。喇喇煮太久会硬吗？这个喇喇不会，这个喇喇。这个喇喇不会啊。可以滚了。其实喇喇很。Vicky ask 表弟 cook fried beef 呢 ？With 喇喇 please 啊，哇，好了啊。而且要 small 的喇喇还好吃啊！喇喇米粉好像炒过了。Cooking pot increase version yes， 它有 mandarin and 那个English 啊，双语啦。来，我冰铺下。哎，冰错了。OK， 看到吗？这个 VDI signature 表弟好主意啊，这里就是卖那个 cookbook 啊，来。所以你可以进去啊。来，我们放那个 spring onion 来青葱啊。表弟，那个锅盖我收到了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你啊。来，我们的海鲜双拼豆腐汤啊。
哇哦，真，这个好喝，这个很甜哦，很清甜。清甜啊。喇喇哪里买？尼姑肚啊？尼姑肚，这个喇喇不用洗了，直接不用洗。这个喇叭就是我很喜欢，比较少，很喜欢吃，完全不用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后一个，你们留手啊，看我怎样炒这个阿波罗西番，我的天啊！阿波罗西番啊，阿波罗西番你一定要学哦。我超爱阿波罗西番啊！你是干生的吗？阿波，你拿过？是啊，炒干生的。给它炒干生更好吃啊！来，我炒菜锅收到了，食谱还没有收到，几时会到啊？不是啊。来，你再等一下。不是另外一个这个。来，请问你的喇喇是买已经煮好的包装吗？这个、不是煮好的，这个、但是处理干净好了，那个洗好干净好了啊。黑色那个。下面那个呢？因为我看到你们先到了。用这个了。那个是喇喇的先制来了。清完的菜全部都好吃了。OK， 现在我们调那个妈咪酱啊。喇喇哪里买？来，尼姑肚师傅啦，尼姑肚啊。OK， 来看这里，妈咪，不是叫你啦。来，妈咪来。啊，这是妈咪啊。小小以为我叫她、啊。来，刚才没有听到你卖的，秤啊，多少钱啊？秤还没有到啊。给这个这个开始可以啊，给它已经蒸透了，可以慢慢火蒸。有看到比较黄吗？有了黄哦，是因为那个我们放那个 custard powder 的关系啊。现在我开大火、哦，要准备拿上来了、哦。OK， 开大火主要是把它的里面的油挤出来、啊，逼出来。OK， 这个麦芽糖一汤匙啊。来，麦芽糖一个汤匙啊，一个汤匙的麦芽糖，来秀大家的，是长这样子的盒子，所以这个在 shopping mall 有卖到啊，找到啊，纯正的麦芽糖啊。OK， 我们这个是三分之二汤匙。啊，汤匙一定要干啊，干身啊。OK， 汤匙要干身啊，要拿这种酱料啊，汤匙要是干身啊，不然呢、啊、它会发霉啊。The soup look so delicious and yummy. Pebble roshi fun, I like it. I like it too. 来，妈咪酱啊，我们是黄色罐啊，这个是蔬菜的噻。这个是 vegetarian 啊。vegetarian 是黄色的啊。我猜应该是啊，红色是有牛肉的啊。OK， 三分之二啊。来，三分之二的那个三分之二汤匙的妈咪酱啊，妈咪呢？来，妈咪，长这样子的、啊，酵母精华。那么我们用一汤匙的蜜糖，我不停的按啊，不会过万啊，气死我了。你开心一点，没有，来，没有关系，来，一个汤匙的、啊，今天有六千嘛？有六千就很好 了。OK， 这个我们是用什么honey 啊？一个汤匙的 honey 对吗？对。OK， 一个汤匙的 honey。One tablespoon。OK， 我们清水啊，清水是60 ml 啊，不然我们60 ml 一般都是。妈咪的。四个汤匙啊，四个汤匙。四个汤匙的。来，我豆腐了，气压锅那个阿文寄的出去没有？来，我们还没有收到那个阿文啊，他在卡斯坦啊，屌子那边啊，孩子对进来，一汤匙，来一汤匙的热水，两个汤匙的热水，四汤匙啊，来四个汤匙的热水，来，假如没有麦芽糖，可以放蜜糖吗？但是那个。粘度啊，粘度没有啊，脏地啊，你可以放糖多一点咯。你放白糖放多一点也可以啊。放 ，OK， 白糖两汤匙，两汤匙的白糖。来，两汤匙的白糖。来，米奇可以拿多一次妈咪酱吗？来，一汤匙。我们刚才放两汤匙的那个白糖，来，这是妈咪酱啊。好 ，3, 2, 1，那边写着 100% vegetarian 啊。好，
请问可以用哈尼来代替麦芽糖吗？来，它粘稠不够啊，粘稠不够，所以你放白糖啊，来代替啊。OK， 一个汤匙的蚝油， 1 tablespoon oyster sauce。请问妈咪有没有韩牛？红色那罐才韩牛啊？听，我们这个黄色的是，它这里写 100% 是 vegetarian 啊，看到吗？左下角一个写的 100% vegetarian。Difficult to find mommy 啊，饮食冷棒啊，上网买咯，上网真的是很简单啊。那台店一般上有卖嘛？所以你这是一般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店一定有找到了。OK OK， 排骨也是有啊。这个排骨炸好了。这个不是很累的东西啊，还是到处都有的。来 ，Instagram can only see an ingredient and can open the video at all 啊 ，Yeah， 你 Instagram 是这样子的，不给你拎出去的哦。那么你可以。一样啊，跟着打那个字啊。如果你要另那个 video 啊，你要独立的那个字打，比较麻烦点啦。我只是方便给大家就是参考啊。来 ，What is the purpose cooking with custard powder？ 什么原因要放那个蛋黄粉？更加香，颜色更上色啊。颜色更上色，那么。啊就是 custard powder 很多是就是拿来烘焙店啊，烘焙店就很常有卖的。人数少，人老比表弟更失望。来，不要说这么多，我们人数不会说很少啊。我们先多了，已经很讲得了啊，讲得了了。来，我煮了299天，还有6000多啊。来，外送去的有那个麦芽糖，有哈利，有苏格。来，这个就是妈咪酱。妈咪酱一定是甜的啊。它也是甜甜的，但是你那个蚝油是咸的，妈咪也带点。这里的糖分还不足够啊，一罐可乐的来糖的糖分啊。没有妈咪酱可以放什么？要煮这道菜，就不要煮这道啊。什么牌子的蚝油？拍来看看，来，我们是海天拍的。这个蚝油好。来圣啊，我们的那个新年到了，我差点讲圣诞节啊。来，恭喜发财啊！集好一头啊，财宝蚝油啊，发啦！这个财神爷来陪伴你，这个蚝油啊，这个蚝油是比较上等的，比上等蚝油更高一级的。来，这个是 premium 那个蚝油的。OK。好，套好了。OK， 这个是要给它融合。What is mak yang tong in English 啊？要怎读啊？麦芽糖啊。MAL 啊 ，TOSE 是啊 ，maltose 啊。你这里有啊？这里有写吗？你这里有啊 ？OK 呢 ？maltose 是这样读吗 ？maltose 还是 maltose？ 来。洗一个手下，整个手黏黏的。OK， 里面放东西啊，是你是这边搅拌啊？没有。来 ，Niki， 这个妈咪酱可以煮什么？妈咪鸡、妈咪排骨还可以煮么？都是来调味的了，妈咪。妈咪有人煮马古爹哦，马古爹哦，那个汤哦，放一点妈咪汤去。来，我们把酱料放进去啊。妈咪字你看到、哦、鸡肉没有问题咯，排骨也没有问题咯，猪肉也可以啊，还有什么妈咪虾我吃过，妈咪虾也可以啊。你可以，这个不叫妈咪啊，这个叫妈咪广东音啊，猫头啊，猫头啊猫头啊，妈咪在哪里买？我生出来就有妈咪了啊！我妈咪不是买了，表弟追回来了。妈咪在 mall 里面有卖啦 ，very consistent 啊，表弟啊 ，almost 啊，then cooking 啊 ，still maintain 啊 ，number one 啊 ，consistent，excellent， 谢谢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哎 ，Vicky，how much is mommy sauce 啊？
来，刚才你是放三分之二汤匙呢？嗯。来，三分之二汤匙的妈咪说吧。是真的，我今天今日今时啊，有约六千人啊，表弟看表弟的秀啊，表弟要珍惜我们了，哈哈，来谢谢来。当然要珍惜了，对。这个排骨是因为大骨疗了，如果是排骨汁更好吃。蚝油煮斋菜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蚝油有蚝油煮斋菜一流啊，好像蚝油那个我们的蚝油菜心啦、啊，我要推上嘛，来可以看一下那个蛋黄粉吗？可以。蛋黄粉啊，它不虽然叫蛋黄粉，但是它没有蛋的成分啊。这个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啊，在古时啊，那个蛋黄粉干什么？发明这个人的人呢、啊，他老婆、啊、对蛋的敏感啊，所以他发明了蛋黄粉、啊，蛋黄粉啊。来给大家看来、啊，来我叫鸟排啊，鸟人用鸟排。OK， 来这个是 butter powder， 它的成分有什么啊？它、啊、真的是没有蛋的成分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来，接下来给大家照一下。OK， 来，妈咪排骨啊，这个超赞啊。好，对，99 market 有卖啊 ，shopping mall 都有卖啊。这样容易买到啊，99 market 有就有。妈咪是什么牌来？妈咪。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啊小孩子啊，被周次的啊，真的是叫妈咪啊。你问我妈咪什么牌，我就讲妈咪啦。这妈咪应该是，在那里啊 ，mall 里面一定找到的啦。没有，应该99卖吧？因为这种叫 shopping mall 一定有卖的啦，没有卖啊，不可能啊！像空闷的东西很容易找到的。来，你去可以问表弟啊，鱼头可以这样炸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没有问题啊。表弟你好，今天我老公啊，罗先生74岁生日啊，请你祝福他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哎，罗先生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对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啊，平安喜悦每一天啊！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个大家要学哦。好，我们先炒一个肉碎先，啊，炒肉碎。如果排骨要颜色黑一点，是不是加黑酱油？肯定。对，黑酱油啊，绝对会刷掉你的味道啊。嗯。啊，是可以放黑酱油啦。来药材店有卖，对。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配粥吃啊，放一点妈咪耶汁啊，但是我是用红色那罐啊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料，你看。OK， 来我们是有肉碎啊，这个要斜啊，这个那个。须板。然后有那个冬菇啊。只是看这个料就。蘑菇啊。只是看这个料知道好吃了啊。还是冬菇。啊，冬菇。来冬菇啊。嗯。浸泡了的。切碎啊。切碎。99没有卖啊，人家药材店有卖啦。99没有卖，去摸有卖啦，其实到处都有啦，不陌生啦。你看啊，这样的人，我们有冬菇碎、大葱丝、脚渣、猪油渣啊，猪油渣啊，猪肉碎、来啊，猪肉碎有一点回了就好，用滑肉来掉就好。那么我们的这个老鼠粉，还有一个虾米，对，虾米很重要啊，那个蒜米好。那么我们每个地方给我卖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，这么难找吗？我们先爆一爆虾米先啊，虾米。来，我们现在首先爆虾米啊，所以虾米会很多泡泡啊。嗯。它会跟你噜噜噜噜噜噜噜的，很好吃，流口水嘞。嗯。99有卖妈咪酱啊，放在收银员附近啊，因为很贵啊。很贵，刚才我那一罐20多块。20多块要。很多时候啊，看一下妈咪吗？那个 market 啊，这是不是 market 啊？啊，来，你要看我妈咪，看我妈妈还是看妈咪？妈咪啊，她找你哦。啊，来这样子啦，就是长这样子啦。Tesco 有卖啊，其实 Mall 有卖啦。OK， 热锅哦。表弟，这排骨有分要哪一个部分比较好吃吗？排骨汁是最好啊！排骨汁是最好啊！他找不到排骨汁了吗？没有，那个是那天排骨汁奶奶做掉那个什么了？一只煮啊！嗯，来，我们的虾米爆香鲜啊，对，泡泡很多啊！地椒煮瓜菜饭呢、啊？瓜菜饭啊！瓜菜饭听过吗？瓜菜饭啊！瓜菜饭做了吗？瓜，西瓜的瓜，瓜菜啊！啊，听过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做过。
表弟唱生日歌很好听啊，他只会唱生日歌啊。有一个十七切货啊，用小米的图。哦，红色那该是宝贝鹅牛肉汁啊！我讲错了，我讲到妈咪啊。OK 了，原来我从小到大都吃宝贝鹅，不是妈咪啊。来，先爆香先。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多油啊，等下要去掉那油了。Pronounce as 麦啊，华语叫妈咪啊，所以我叫妈咪啊。来，我没骗你啦。啊，你看到华语 pronounce 妈妈的妈，蜜糖的蜜啊，妈咪啊，所以我没有讲错啊。啊妈咪要放酱要放雪柜吗？来，不用，我们不用放雪柜了。我没有放雪柜了，除非你两三个月不煮啊，你才考虑放雪柜啊。不能用有水分啊，像我们那汤匙。所以要保持干身啊，不然会发霉啊。你拿的汤匙啊，不可以试试人啊。如果你试试去挖的话，你就要快点用完它、啊，没挖它会发霉啦、啊。来，情人节可以叫情人餐吗？谢谢你。来，情人节还没有到哎，今年还没过啊，你就想到情人节啊。好，情人节答应你啊。情人节啊，我们煮什么鸳鸯类的东西来？第一个鸳鸯，炒鸳鸯，鸳鸯，鸳鸯戏水啊。昨天的那前两天的鸳鸯虾，我、哦、这里小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卖啊，杂货店也卖啊，对，你走啊。虾米不用弄碎吗？来，虾米没有弄碎、啊，就是要一粒粒的，就是要一粒粒啊，慢慢火去炸它啊，慢慢火。来，我们开小火了。油热了就放火，油热的时候我们放小火啊。爆它香，瓜菜饭啊，好料啊，表弟可以试试做啊，来，谢谢。瓜菜啊，等下去找一下资料下。我煮了很多咸菜的，第一次瓜菜我没有煮过。春菜啊，新年啊，福建人啊要吃的。春菜是什么？嗯，春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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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来，米奇，请你唱首新年歌啊，谢谢你啊。如果会唱歌的话，其实你歌声不错的嘛。啊，我知道。啊、有时像有点像张学友。真的假的吗？啊、真的。你看你是讲啊，人家说你声音好听好听好听，所以你的歌声是不差的。是啊。你没有，你应该专注我去做歌手。对啊，没有栽培到。来，虾米炸后很硬啊。表弟新年可不可以回甘榜了？来看一下政府怎样决定啊？嗯，这又是靠政府决定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捞上来，我们要虾米。可以煮印尼虾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印尼虾没有想过，改天会煮做。不是那个印尼啊，印尼啊 ，Indonesia。对对对对，有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可以。我听到芋泥啊。芋泥酱我都有听了。情人节炒鸳鸯粉啊。嗯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炒的炒肉碎啊，我们放了，来我们蒜米爆香啊。米奇问一下那个抽油烟机是什么牌子啊？鲁宾尼啊。来，我们把肉碎放进去了，来，可以找 House Guru 啊，你可以找 House Guru 啊，你去那个Facebook page 叫 House Guru。House Guru Jenny 表弟可以教我们做五香春卷吗？五香春卷，五香肉卷哦，你是做了吗？来，做过了。来，冬瓜春有做过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可以尝试做啊。请问大的妈咪多少 ml 啊？我看一下啊。他们有写多少 ml 呢？应该有吧。他写470g 啊，他写470克啊，他没有写 ml， 他写重量啊。其实克和 gram 啊 ，gram 和 ml 是一样的啊，不一样哦，因为这个比较浓，水才是一样，因为你来它是比较重的，来不一样。米奇像张学友啊，表弟像周华健啊，哇哟，哇，情人节是年初三啊，大年初三啊，在我结婚了过后没有情人节了啦。只有年初三嘛、哦、我跟表弟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只有年初三没有情人节啊，对啊，什么是年情人节？只有年初三，有钱天天是情人节啊。
来，我们放这个放一汤匙下去。来，我们放那个一汤 yes 黄豆酱啊，一个汤匙就好啊。一汤匙放。来，可能你对这个很陌生啊。黄豆酱什么牌子的都可以啊，我们是用海天牌的黄豆酱、啊。海天牌特别好啊，哎，特别够味。印尼炸虾，印尼虾配小曼头一流啊，哇，很会吃啊。几时做鱼生？来，再等一下，我们就来到要做鱼生了，来。这个、来，你老爸说你像张学友的歌声啊，唱的是什么来着？来，我其实不是怎么会唱这个小米哦，我就藏在那个脚炸下去。哎，小米我们放进脚炸，炸嗯，震震它们。然后我问他蚝油，昨天我是用棒棒酱来煮那个老鼠粉，来蚝油一个汤匙啊，嗯、棒棒酱煮老鼠粉也是好吃啊，一个汤匙的蚝油啊，你这个爆发的，福建话叫挂菜啊，广东话叫芥菜啊。这个是炒干身的一个，然后我们黑酱油，来470 gram actually 三枚470，有没有啊？嗯，来我们的老抽啊，黑酱油多少？来这里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黑酱油啊。米奇365天你不用煮啊，唱首歌给粉丝听就好啊。表弟像狄龙啊，年轻的时候是很像啊。对，去唱着酒精来。前几天都说我像狄龙啊。芝麻酱油放一茶匙就好啊。可以糖两茶匙。两茶匙的糖。嗯、表弟有带你一茶匙抽油烟机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一茶匙的鸡精粉、嗯。你可以联络我，我可以找那个负责人给你啊。肉质有烟有烟过吗？肉质不需要烟吗、啊？没有烟。米奇弟弄你爸爸煮得很开心啊，来谢谢啊。这个叫你看你开水壶啊，有热水都要装安装。House glue 建议啊。House glue 啊。Bean sauce, bean paste 啊 ，salty or sweet？ 它是 salty 的。Okay, 我们现在放冬菇碎下去。来冬菇碎啊，我们放进去啊。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你知不知道？海天豆瓣酱，你知不知道？海天豆瓣盐还是甜的，是盐的还是甜的？啊，豆瓣酱啊，啊，豆瓣酱就是比较带甜，像这个黄豆酱呢？没有，这个黄豆酱比较带甜。啊，昨天来表弟讲这个带甜啊，有点甜，有点甜啊，它不会，外面都很咸的，外面的黄酱豆酱酒比较带咸。Okay.来了，来欧噜噜啊！啊，要欧噜噜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欧噜噜还好吃啊。嗯，不吃老鼠粉可以放什么粉来？你放米粉面啊，粿条啊。OK， 糖我再放多一茶匙啊。什么？糖加多一汤匙。OK， 糖再加多一个半汤匙的。啊，一茶匙。全部三茶匙的糖 ，OK， 总共三茶匙的糖啊。What is the plan？ 很够，很够力。Plan 来表弟啊，你PM表弟啊，表弟，锅在表弟这里可以定啊。我们最后撒一点料酒下去，给它更香味。来一个汤匙的料酒来，香啊！当时又突然出现了，你太夸张了，哇，香哥。歌星两个是帅哥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个酱料煮上来，这个要斜哦，这个很好吃的哦。哎，这个一定要斜啊。嗯。对啊。你可以放乌冬面，你看、啊、这是什么、啊？刚才的小米油要给倒一点点下去。小米的油啊，刚才我们炒的一点点，不要太多油。的油啊。嗯。一点点油。可以看一下黑酱油是什么牌子吗？黑酱油就是海天牌啊。来，我给你看啊。黑酱油是老抽。来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炒猪老抽 ，dark soy sauce 啊，海天牌的。表弟会煮胡椒猪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做。来 ，Mickey， please don't forget to ask your dad to teach us cook 玉兰鸡啊。玉兰鸡，哎，过年的，我有讲过，有讲过，有。来，米奇，这道老鼠粉是几人份啊？一看就是我一个人吃啊。一个人，米奇啊，真的是啊。这锅好像要换新的，哎。嗯。啊，今天用到穿包来换啊，表弟是这样子啊。我告诉大家，到现在我都是不粘锅这个锅、啊，你会用的话。
啊，不是脱色啊，它是烧焦的颜色啊。来，锅多少钱？228块啊，有送一个蒸个，还有一个盖啊，还有两个铁铲啊。这个要炒到它够咸，但是这个是没有放咸，那我再去捞。Okay, 这个没有，这个有咸味了。然后这个老鼠粉是炒到没有味道啊，就是要配在一起啊。OK， 现在用大葱啊，大葱去炒炒这个，哎，炒老鼠粉啊。嗯，大肉面可以这样炒吗？啊，大肉面啊？啊，唔得，唔得啊。嗯，大肉面，大肉有焖。你放什么面？大肉面有焖个，啊，粿条可以。粿条可以啊。粿条可以这样的，不过粿条要细一点的粿条，但是粿条，也是不大好吃，不个，老鼠粉有一个弹性啊，奶粉哦。奶粉啊，奶粉也可以啊，奶粉有点像啊。哎，米奇的声音听起来很简单，因为我的麦有问题啊。OK， 这个小米的香味啊就在这里啊。来，我们爆香，我们放那个小米该爆香的那个油啊，倒入进去，然后我们那个大葱啊，切成丝啊，来去爆香啊。米奇的声音声腔雄厚啊，所以唱什么好听啊？海天白酱料哪里有得买？来，我们上网买啦，或者你是等我们每个星期二呢？每个星期二，来改了时间了，每个星期二11点早上就会有下直播，我们share那个link出来，我们会先的订购酱料在那边啦。OK， 那个大葱炒了对不对 ？OK 啊，稍微炒香了一下，我们把我们的对，我们的老鼠粉放入进去来，食谱书怎样买到 ？PM 表弟啊，我们就老鼠粉。香港叫什么银针粉啊？银针粉啊？针粉啊？乌冬面 also very good 啊！乌冬面来，老鼠粉需要洗吗？老鼠粉跟粿条不需要洗啊。洗了就可以了。OK， 酱过了，我们就把这个倒下去。来，料多过面啊，就是我们这里啦。啊啊，多过面哦。你是用手工的老鼠粉吗？没有，外面买店的啊。这个虾米啊，鸡油炸呀，多罗威。来，虾米和鸡油炸，猪油炸和虾米放入进去来。我们就捞一下。请问老鼠粉要过水吗？不用啊，用足够水啊。乌冬面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可以用乌冬面啊。冷战粉 ，yes。我们为什么叫老鼠粉呢？因为它长得像老鼠的尾巴，叫龙须粉啊。以前不是有老鼠粉中毒的事件呢？对，以前很那个是还记得吗？以前80年代的时候，没有90年代了，80年代，以前我们这里有那个老鼠粉中毒的事件呢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对啊，很多人讲不要吃老鼠粉，刚才黑酱油不够多哦。如果刚才黑酱油我放不够，你可以放多一点黑酱油。OK， 黑酱油不够多，我们再加黑酱油啊。来，米奇最后一天呢、煮菜一边唱歌应该很有看头啊，这个是猫咪插手了，芽菜啊，像我这个芽菜没有放芽菜啊，我看到好像是芽菜，啊，像是芽菜不是芽菜啊，是老鼠粉来的，哇，黑酱油还可以多一点，来，黑酱油可以再加多点啊，我想要黑一点点，福建人总觉得不够黑啊。唱现在最红的歌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，来，我听过、这首歌。OK， 我们换这个老鼠粉要炒透啊，要不然带菌群给人类啊。啊，还有人传这种东西啊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青葱放进去啊，肉来煎堆牛的。有芽菜更好吃啊，来，你可以加芽菜啊。我觉得这个啊，你这个虾米哦，一定要脆口啊！等一下配虾米吃啊，有脆感啊，很爽啊，来这样吃。OK， 可以了的。来，撒青葱，我们青葱分两段来下。来，米奇，我和老公看你们呢，我也看着你们呢，谢谢支持啊。来，为什么黑酱油有些是苦的？啊，这个黑酱油不会苦。我们的黑酱油是不会苦啊。不会苦。应该用大的锅来翻炒啊。对，我们应该是最大的是这个、啊。谢谢支持啊，谢谢留守啊，哇，刚才去到6500啊。
要烤久一点可以，可能搞不好可以加到7000了。哎，我们不够黑是吧？对 ，OK 了。啊，不够黑，你可以再加黑油啊。这个很香的啊，这样的炒法就很香。炒馄饨面可以吗？不可以啊。馄饨面炒，馄饨面可以炒干炒，啊，这样炒就不适合，啊。啊，馄饨面我炒过了，馄饨面我炒过了。唱街友的祝福啊！啊，那么就这个要吃的就是这样吃，干吃就很好吃。Too much sauce, red sauce, and 倒酒。Black sauce 这个就没有这样咸啊，我们的那个老抽啊不会说很咸的、啊。但老抽还是有一点。哎 ，no need to add water。所以我们没有加水、啊、不用加水、啊、这是干生的，我们要干生啊，别炒料要给它 dry 的感觉啊，对，这干生的龙须饭、啊、这样的龙须饭老鼠粉就很啊嗯 OK 来说，这个是老鼠的献给大家啦、啊、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汤鱼片豆腐啊，还有凤须，还有喇喇粉啊，你啊，这个要写哦，还有这个是妈咪排骨啊，这个妈咪排骨哦，这个妈咪排骨，哎，这个要啊，像我食谱里面啊，我的食谱里面有一个妈咪鸡啊，它味道这样调的也是一样的，啊，这个啊，这样的啊，这个就很香，嗯，啊，这个是。啊，我们今天做了这个老好水啊！啊，这个汤很好喝，很甜，啊、因为那个喇喇就的字啊，很甜的。喇喇字你再放到鱼片下去，鱼肉啊，鱼骨再煲一煲鱼骨的汤，好，那么就有点啊不同。好啊，最后谢谢大家，今天我们是已经是299天，明天我们会。兔奶奶。对，明天是300天了，啊，如果是卖。对，明天的300天是蛮有满足感的。来煮大菜咯！啊，煮大菜，啊，300天应该煮了。冷盘。你妈妈很怕，我说我去酒楼吃东西，她说不要。我说打包酒楼菜，她不要。你煮的东西已经怕了。她叫我吃西餐啦、啊，应该是。她叫我煮，全部炒，一直叫我炒粉吃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后来想到一个老鼠粉，炒老鼠粉。啊啊！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啊支持，跟我们点赞，跟我们分享啊。我们明天300天。连续直播300天，明天，啊，大家来支持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5:30准时见，拜拜拜。